你好，英杰，你看你哪会伫遮？哦，找你男朋友吼，多谢啊，介绍一下。无伫遮啦，我是来找面件给伊，讲两句话，伊就等去病院。伊嘛咧病实习吧？对啊。我嘛咧凌晨到哈，无定着见过面呢，伊叫啥名啊？ 我才不爱甲你讲咧，等正式见面再佮介绍啦。真正足累呢，若讲着实习哦，也真正忝啦，我拄好交班尔。安尼，我莫甲你吵，你紧倒去休困啊。免啦，咱足久无开讲啊，来去遐坐一下，吼。好啊。行。 我即马哦，病院下校两爿走啦。 无闲，甲真少转去厝诶。啊，你拢无甲明珠见面哦。是因为恁卡上？你甲阮卡上压力伤大，惊伊诶肿瘤阁会复发。嘛是啦。啊，明珠咧，你拢未想伊哦？我想啊，当然嘛想。 唉，我拢在遐想伊哦，会食饱无？啊，会忝无？啊，心情好也歹。差一点点啊，就见着面啊。啊，结果咧？ 结果，伊就听到经络咧话，你阿姊要生啊，伊话头就入去啊。哎呦，啊，你应该来救的啊，啊，你毋是真可惜。无见面嘛好啦，见了面，也毋知会当讲啥，嘛袂当互伊啥物保证。即马。 我无法度处理阮两个人的代志，不如啊，就先莫见面较好啦。啊，你就拍算安尼一直偷偷去看伊哦？嘛，只会当安尼啊。嗯，你哦，都是心内面面思念，啊，阁毋敢互恁爸母知，嘛毋敢倒去厝。我看安尼好啊。 嗯，你啥？锁匙啊，看袂出来哦。就你顶摆去过迄间啊，伫咧家具行头顶的。本来是要互妇女会开会用的，啊，毋过恁卡上即马咧破病，活动拢暂时无爱办啊。所以即马遐拢无咧用啊。嗯，我是要等阮阿兄娶某了，就要搬去遐住啊。啊，即马请教你。 哎，啊！你要去看明珠，如果无想要回去厝里，啊，总袂当安尼坐车来来回回啊。有所在通住，安尼毋是较方便。啊，毋过，迄是你的房间呢。我一个查甫囝，安尼哪会好意思啦？不要紧啊，我坐车来回安尼就好啊。哦，你是真济哦，客气啦，废话遮尔济。 小达，差不多啊，不要紧，你坐。啊，正话找伊，你嘛开店哦。嘿，反正嘛，因为无代志啊。啊，你咧，敢会休困？我是来要甲你讲一个好消息。哦，你阿姊生啊？生啊？不是讲找你，最近啊吼，会家己建立起来。
安尼有红糖汤食无？有啊，迄间哦，欢喜甲美霞姐忘掉诶。真好真好。哎，对啊，楼顶我有小整理过啊，啊，明仁啥物时阵要搬过来？我嘛希望明年会当搬过来，啊，不过伊就讲伊想要踮伫个金州了，连张阿伟都希望无过来。是哦，安尼伊是无爱做啊哦。就算勉强伊来，爱心无伫个嘛无好啊。伊拢替伊安排好好啊。伊家己无愿意，嘛无多勉强。伊已经大汉啊，有家己的想法。我是惊讲明年以后看官无看家，虽然讲今朝了日子真好过，表面上看起来真风光，啊，不过内面哦有真侪是非。我希望明年会当较实在。而且我听讲，伊昨暗搁着贼偷，啊，平日就讲要留伫遐，什么处理什么代志，我真正唔知是咧想啥，实在好就操烦咧。唔免操烦啦，有遮尔巧的阿姊做小弟的，你差甲倒去。啊，你较应该咧，是毋是真久拢无见面啊？是真久无见面啊，也毋过我知影伊咧烦恼伊脚上的病，而且我嘛无希望阮的代志，让伊爸母阁伤心啊。哪有这款的爸母啦？用破病威胁家己的后生，不准伊去追求幸福。袂要紧啊，你着想较开个。我相信哦，因缘天注定，是你的就一定会是你的。牵牵小手的面容，该好好牵你的。